老铁呢？哎呀，游艇啊！谢谢谢谢，记得点个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。我爷爷我爹啊就在这守长城，我儿子在城里边开吊车呢。人家来钱多快啊！你说对了一半，我这祖上是浙江义乌的，当年老祖宗呀跟着戚继光打仗过来的，一直就没走，在这修长城。哎呀，这故事太多了。你看这敌楼吧，这是76年唐山地震塌了一半，这后来我自己堆起来的。那必须有数啊，整砖是206块，老祖宗留下来的。专注，老张气呼呼的，你该去了啊！啊！你凭什么说是我偷的砖？凭什么？谁来你家珠江旅游呀？这素质！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你动手我动手，不就是块砖吗？至于吗？这是文物，一块都不能少。快快锁门快锁门快锁门。对呢。10年前你不都拆走了吗？你少废话，我说是今天的。大爷，我们家呀早就不养猪了，我们呀现在做民宿，比养猪挣钱多了。对对对，这么多块，你哪差这一块？在我手里边，一块都不能少。好，杀！坐坐，哎，赶紧着，给你张白把酒倒上。以前呢，我不知好歹，今儿个这事儿啊，就算翻篇过去了啊。啊，过去我不识大局，在那长城边上放羊，那要是把长城送来了，罪过可就大了。你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，张白？你看我们家农家院，就这些游客，一年烤全羊都能卖40-50万的，没有长城，谁来咱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呀？这不是全靠你张白给咱守护着了吗？我得赶紧走。哎，一会儿那烤羊腿就上了，你改天吧。长城砖丢了，我得赶紧去找去。谁这么胆大？我们俩跟你一块去。我去拿家伙，看谁敢破坏长城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去行，赶紧吃饭。Thank you.
王总，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我除了种地，就是上山，在那长城的砖缝里边抓蝎子卖钱。那您是怎么想到要办一个蝎子养殖基地的？都是因为他，我抓蝎子，他抓我。哎，我合计了半天，不能抓几只蝎子，破坏文物啊。我就搞了一个养殖基地，这样心里边踏实。那您才是王总创业的原动力啊。搞破坏是他的动力。你这个老距离，长城砖丢了，那这也不怪我呀，我爬也爬不动了。我今天咱们村来生人没有？站住！没拿砖你跑什么跑？你拿个镰刀追我，我能不跑吗？我全体村民注意了，今天早上长城丢一块砖，别的我也不多说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谁拿着五分钟以后给我送过来，就给你五分钟啊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回家了，爷着急破案了，你先回去。奶奶说这案他帮你破了。断了，长城那有的事呢。你别闹，我着急着呢。你不是忙着不回来吗？我把吊车那活给辞了。啊？你还没说呢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这是搞这么多菜。你生日，你先坐，消消气儿啊。坐。不行，我还有事，我还得赶紧。爸，我想回来数长城，咱们这儿马上要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了，他们找我来做宣传员。啥？你这是？爸，这块砖啊。是我拿的。你一天天也不找个家，我不下点鱼饵你能回来啊？您现在啊可是大网红呢，我们啊都是您的铁粉。什么网红？我这是，我上山一人太寂寞了，我这找人给我聊天。我呀就是借这块敲门砖当着老祖宗的面表个态，接您的班。那你开这么多年吊车辞了，工地不差我一人，但是这守长城得有人接班吧。况且啊，国家现在也认可咱们，咱们就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老祖宗留下来的文物。好，我叫张鹤山，城子峪村一位普通的农民，也是这段长城的保护员。从1978年开始，我就自发地守护家乡这段10公里的长城，整整43年了。43年我在长城上行走的里程累加起来足足可以绕地球3圈半了。希望全社会关注长城，热爱长城，从我做起。